我是真心待她，愿与她交付终身。我祝福你，但你若是有半分的犹豫，那你就跟我走。乔家今日要嫁女儿了，我算了一下时辰啊，花轿已。住手！让她走！吓我一跳。 你下来！这匹可不能借你啊，这是本王从西周辗转运来的汗血宝马呀！多谢。你是什么人？胆敢当街冲撞婚队，这是要做甚？莫不是要抢新娘来？我乃大齐的孝廉，小心我！都要得罪，还望海涵。 想进的，我是有一句话想跟教主的新娘说。哎呀，心腹莫要多管，不可坏了礼数。哎，你这郎君休要胡搅蛮缠，这新人明媒正娶，又礼已成，必是两情相悦，真情相待。你这嫁给此人，可是真心的。你这魂丝哪里来的？赶紧来人，轰走！ 你若是真心待他，愿与他交付终身，我祝福你。但你若是有半分的犹豫，那你就跟我走。胡闹！棉糖，我不是柳棉糖。你这人，你再胡搅蛮缠，我就要报官家了。我走，我走。 走，快走！走，这人怕是脑筋有问题吧？怕是得了失心疯了。嗯，真是有病。恭喜！嗯。 那便是淮阳王啊！谢王爷。哎呀，王爷，老奴可是给您带来了天大的好消息啊！什么好消息啊？哦，老奴是带着太皇太后的懿旨而来，王爷立下军功，太皇太后奉言大悦，要将五华公主赐婚给您呐！<笑> 淮阳王崔行舟接旨。王爷，听旨啊！今有五华公主，御制令名，才学独善，温襄公书，有徽柔之志，柔名育德，有安政之美，盖方言二九，免勿其韶华。 特令宗正寺代其择选佳婿，闻淮阳王崔行舟文武双修，才德十匹，宫中体国，正合公主下降，佳偶天成，有司择日修礼，侧命主者施行。王爷，接旨啊！哎呀！ 恭喜王爷双喜临门呐！王爷这是高兴坏了吧？那老奴就先行告退了。<笑>